倩女幽魂的聂小倩，秋天的红姑，东方不败的林青霞，还有当年索到爆的关之琳和张曼玉，这班靓绝90年代的女星，今时今日又变成点呢？女星防护大对决，张曼玉交面似足杨紫琼，当年的王祖贤血族清新，现在就看完小倩变成这个样子， fans 希望是发紧梦。真的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反过来呢？反过来！庄楚红平时就艳光四射，不过当佢素颜冇添加，乜嘢纹都走晒出嚟，证明完全唔交啊！不过53岁咯 ，OK 嘅。轮到年纪最小的张曼玉，早排佢由伦敦飞翻嚟香港，坐咗10几个钟头飞机，戴住副超都遮唔到个残样啊！不过最离奇嘅系，上个礼拜佢出席 Dior 活动，眼袋冇晒，皮肤白晒，表情就硬晒，乍眼睇竟然似杨紫琼，呢啲唔知系咪医学美容嘅功劳呢？嗬！正所谓岁月不留人，要留住青春，科技真系帮得到手噶。不过自然防护总有办法嘅。59岁大美人林青霞，盛眉10年如一，素颜 look 一样 OK。而51岁嘅关之琳，得闲无事就同男友周围飞，有爱情滋润，人都靓啲啊。当年几位美人打成平手，2013呢个 round 边个赢都好易比分啫。